本小姐一个用快手号实现被动收入的一个项目，一键托管代发视频，轻松日赚3000块钱以上的一个项目啊，主要是做网爬拉新啊。网爬拉新这个项目就是通过引导用户下载 APP 就能赚钱，一单能赚5到10块钱，别小看这5到10块钱，还有充值提成啊，流量来了之后一天几千上万也是没不成问题的。我们是推出了这个平台新推出的这个托管功能，只要有快手号就能托管给平台代发视频，每天发2到3条，条件都是原创。目前测试的发的都是美女视频，播放量最低都是5000左右。这种号不仅流量大，转化高，而且男粉也很舍得充会员，收益很不错。最重要的是你只需要提供账号就可以，绑定好之后啥都不用干，还可以批量操作，一天赚个4位数是没有问题的。看着包括项目介绍、转备的工作、变现以及细节都有详细的讲解。三节视频课和项目需要的资料都有，包括项目的优势、注册码、节操方式、注意事项都有。背景图、收益图我们来看这收益图都是比较好的都是比较好的，1-2000，一天1-2000的收入。还有这个托管的流程，托管的流程包括可以申请托管，也可以直接取消托管，都是可以的。还有对白账号、同行如何操作的都有。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是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快手号实现被动收入，或者是一键托管代发视频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课程了。